今天主打的一个是要么帅一期，要么睡一期，都是弟弟。应该说让你们先热热身。反正今天怎么说吧，中指尖今天好像去不了。至少不要在个位数的秒数以内。个位数的秒数。他一来就当当当当，三个前辈。我打算等一下一见到他们就给他们站面前一直立那些 flag 不同的 flag， 然后各种问他们问题，看他们有什么反应。我天哪，我一看哥你这想早点下班啊，我一看你这是。是不是一会儿你跟着我们跑啊？你放心啊，肯定能跟上，别超我们就行了。我其实内心没有太大的波澜吧，期待猎人跟我同水平竞技的感觉。谁不把猎人拉爆，谁不要回团了。名场面，是兄弟就来追我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马嘉祺。